在非洲贝宁，光头强每月只需拉两次活，就能轻松月入2000，娶上3个老婆，着实让不少人羡慕。但他却表现十分平淡，甚至还说：“你没听错，凭借2000的收入，他还能再娶几个老婆。”在贝宁的一个棉花工厂，天刚刚亮，数百名卡车司机悠悠转景，光头强正是其中一员。一番洗漱后，他和他的徒弟就开始保养他的二手卡车。经过9天的等待，光头强终于装到棉花，他的二手卡车整整装了24吨棉花。接着，光头强和他的徒弟就要在24小时内横跨整个贝宁，将棉花从这个工厂运往远在600多公里的科托努港。在重要的日子里，贝宁人都喜欢跳舞，光头强也不例外。车里放着音乐，身体不停摇摆，同行的摄像大哥都快被甩到路上，身体根本无法坐直。而造成这些主要原因是公路上的坑坑洼洼。即使这样，光头强依然在这狭窄的公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。他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达到了每小时100公里。此时的他几乎不用刹车，甚至还说：“听到回答后，同行的摄影大哥感到非常慌张，但光头强安慰道：“可是光头强的保证很快就被打脸了。这辆已有40年车龄的卡车在飞速行驶过程中，油箱上的铁条脱落了。如果路上的行人和摩托车司机碰到他，那必定是非死即伤。而且光头强开车时注意力也十分不集中，一辆卡车硬是让他开出了总裁座驾的效果，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包着电话粥，看得旁边的摄像大哥胆颤心惊，网友直呼开席了。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，摄像大哥连忙提醒了他，光头强便把车停在了路边，而他的徒弟立马化身成了修车工，拿了一条麻绳缠了一圈就完事儿了。光头强又继续上路，他飞快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，但路上遇到牛群和例行检查，时间被耽搁了一些。为了把这些损失的时间追回来，他开得更快了，甚至是这样的情况他都敢超车。这样的路程，光头强每月需要往返2次，每次老板会给他800元作为报酬，但为了3个老婆和2个孩子，在运输过程中他还会顺带做点小买卖。而他住在农村的大老婆和二老婆就是他的得力干将，此时孩子也趁机与父亲见上一面。他们经常在公路边低价购入煤炭，然后又在远处的村庄分币卖出，而他自己也会运下煤炭去科托努港旁边的餐厅倒卖，因此他每月收入可以达到2000元，成为了贝宁的中产阶级。告别老婆孩子后，光头强又继续赶路了。由于路况逐渐变差，为了安全着想，他只能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前行，不然一个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。就如前面这辆货车，由于司机没能控制住卡车，车头一举扎进了灌木丛，一旁轮胎也直接爆胎，车身正在一点点倾斜。还好卡车是运输木材的，卡车师傅急中生智，取出木板支撑在卡车一旁，防止了卡车侧翻。由于几乎贝宁交通管理的失职，几乎所有车都是超速行驶，二次车祸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。就如两辆卡车，由于右边卡车翻车后一直停在路中间，然后左边卡车超速行驶，两辆车就碰撞在了一起，其中一辆车连油箱都直接脱落了。即使这两辆车已经损坏得十分严重了，但修理后还是会继续使用。一路的车祸似乎给光头强传染了霉运，他的卡车也发出了警报声。下车检查后发现油泵坏了，但值得庆幸的是修车师傅离得不远，10分钟后他们就带着新油泵赶到了。在修车空隙，光头强看见了这样一幅景象，让人忍不住联想到苦役监狱。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，他们每天都需要顶着烈日，用锤子一锤一锤地将石头砸碎，再筛选装车，因此他们要不停地弯腰起身，使得他们的背和胯都非常的疼。但即使这样辛苦，装满一车厢也只能赚15块，远不及光头强倒卖一袋煤炭所挣的钱。而且碎石场没有提供水给工人们喝，他们只能自己花钱购买，而每袋水就要花3块钱。一个小孩每天都能喝20袋，这让他们感到十分绝望，但无可奈何，因为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。对此光头
头强感到十分幸运，庆幸自己还有辆卡车能以运输为生，不用生活得如此辛苦。修好车后，时间来到了傍晚，光头强又被迫在车里度过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，光头强全速出发，在中午他终于进城了。比起乡间凹凸不平的道路，城里平展的大道也没能让光头强轻松。在这里，大车连小车，小车挨摩的，排着长长的长龙，一眼望去全是人头。就这样挤了一个多小时，光头强终于抵达了科托努港口。但由于等待卸货的棉花太多了，光头强等了三个小时才轮到他。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棉花被煤炭弄脏了，他也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，但好在法国买家觉得棉花质量还不错，还是接受了他的棉花。装卸完后，光头强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了城里的家，这里不仅家居一应俱全，还住着他刚娶的三老婆。三老婆不仅年轻漂亮，温柔贤惠，还对他百依百顺。这不，光头强刚坐在沙发上，小娇妻便细心地递上了水。但这些温柔惬意不是白来的，刚喝完水，爱美的小娇妻就说，我想要一条裙子和一条丝巾。就这样，还没捂热乎的工资就去了一部分。稍作休息，草草了事后，光头强又开始工作了。每年十一月到隔年一月，不仅是棉花收割的最佳时期，也是他这种运输司机收入最好的月份。因为这几个月，光头强一周七天基本都在路上。看来老婆娶太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开车自觉，遵守法律法规，想娶老婆就努力干活。